你好，糖，你热不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静宝，我是晴宝。今天我们准备干嘛嘞？做手账。对。静宝又拿出了他这个手账本，特别喜欢这个手账本。果果是不是也有一个同款的？对，我的是那个虎，老虎的。老虎的。对。姐姐的这是什么呢？小熊的吗？嗯，黑熊的。不觉得很好看吗？很好看。你要跟姐姐一起做吗？对。看棉花糖多会清啊。对，我忘记了，那天加的不是护手霜，应该加白胶。啥东西？做那个奶油胶嘛。好了，棉花糖下去，乖乖下去。下去。太热了，怕人身上。然后带你们看一下，我和静宝就是在收拾屋子。对，收拾屋子一下翻出来了10多年前的笔芯啊，这是。对，10多年前。你画像让大家看一下，里面是金光闪闪。哇，它飞了，很闪着我。就是这种感觉，这珠光色的，是不是？闪粉的，珠光是那种感觉。哦哦，好吧，闪粉。那个棉花糖，你在干嘛呀？他们俩要做手账呢，你这今天是咋了？啊？看见果果回来了，很欣慰。是不是一天没有见静宝了？然后果果又回来了。你看青的呀，棉花糖，他可喜欢我这样揉他的头。棉花糖，他可喜欢我这样揉他的头，一会儿给他哄睡着，行不行？行吧，行吧，赶紧做吧。我发现今天的手账是做不成了呀，你看这俩人，啊。好香啊，我的固体香膏，像笔。好了，赶紧弄吧，天已经黑了，我们现在都开着灯在这儿做呢，你还在这儿磨蹭。好了，妈，果果你先开始啊，我再照吧。嗯，行。准备做什么主题了？你俩？很梦幻，这个你看，可不可爱？是不是贼可爱？今天是两个人一起合作来做一期手账，紫色的云朵胶带。哇，小月亮。小星星，主角，你这是，我想问是横版的还是竖版的？是哪种版的？是这样看吗？对。好吧。那我觉得这样的方式很新颖。我也这样做过。两个人分工明确。啊，好漂亮呀、啊！这个小熊骑小马。是不是、啊、对，然后再贴一个爱心，小爱心贴到哪嘞？贴到这吧。好了，已经快完成了，我好期待你们两个一起合作的这幅作品到底是什么样子的。不要太期待我妈妈，我怕你会失望。抱多大的希望就有多大的失望。不会吧，你们不会让我失望的，我感觉。哦，妹妹在描这个边框呀，好看不？好看，特别好看。我感觉贴的全是贴纸呀。这一期就要贴纸手账，怎么样？这边又有点空旷，确实。所以我用这支笔，宋雅轩贴纸的笔，我要画这边。能不能好好说话？啊，好的。看一下，不是太显哈。就这种效果的，这样子啊，对 ，get 到我的点。现在已经做好了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这是静宝跟妹妹一起合作的一期手账，不知道起一个什么样的主题，大家帮忙给起一下吧。对，好了，今天视频到这里了，拜拜。